那么现在是这个有了这个引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单位分解的存在性进行一个证明。那么就是 16.3， 它是说它首先还是一个开集组，然后让 A 呢取它们所有的并，那么你就存在一个序列，连续函数的序列，使得每一个呢都是从 Rn 到 R， 使得你满足这七条性质。我们一个一个看，第一个的首先它都是恒大于等于零，就是这函数都是非负的，并且它的积集呢是 A 的这个子集，然后呢它有这个三，它有这个局部有限性，就是每一个 A 呢都存在一个领域呢，使得它只和有限个 Si 有交集。然后第四条呢是看起来就最有单位分解的感觉的一条，就是说这个函数所有加起来，你取这个 x， 然后加起来它都等于一，就是它们的和呢是个常函数，对于任意的 x 属于 a， 这个和是个常函数。并且呢，第五、第六、第七条，第五条就是说它是 c 无穷的，第六条说它的是个紧致集，它的支撑集是个紧集，就是紧致集。第七个呢，就是对于它这个支集呢，都是 a 的某一个元素。其实七，然后二和三，二三七其实就是引理的这个一二三，对吧？啊，不对哦，啊，它就是这个意思嘛，二六七就和上个引理就很接近，它这个条件。好，那么这是 16.3， 咱们16.3叫做单位分解的存在性。of partition of unity POU。 好，那么它的证明思路呢 16.3 是这样子的，根据我们一开始的定理，就是根据我们上一个定理呢，我们让 Q1 Q2 嘛，就是满足上一个引理的条件，就是那个 Q1 Q2， 然后呢再用我们第一个引理，就是每个 Phi I QI 是 Phi 还是 Phi 我不知道，应该是 Phi 是吗？这是 Phi 还是 Phi？ 就 Phi 吧。 Phi OK 就叫它 Phi 吧，我是真的文盲。OK， 我先搜一下，搜一下。OK， 搜完了，它叫 Psi。OK， 它叫 Psi。Psi 在每个 QI 上。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经过这两条，我们就可以发现 Psi 呢，它一到七除了四，它都满足，就是除了四，一二三五六七，它都满足。那么，怎么才能构造一个新的满足四的函数呢？我们呢就利用三这个局部有限性呢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定义 lambda x 呢为这个 psi 的无限和。我们先定一个 lambda 是它们的无限和，然后再定义 phi 呢等于 psi i 除以这个 lambda x。那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哈。好，那么首先呢，还是老样子 ，let 这个 a same as above 一样的，然后呢，对吧？取同样，我们刚才两个引理，我们有刚才两个引理，对吧？好，那么我们就有什么？我们首先有 psi i， 它是大于等于零，并且呢，它的积集 psi i 等于 qi 就等于这个它的 psi i 的积集。那么我们进行一个简短的证明哈，
就是说如果 x 不属于它的知己，那么就存在一个 u， 对吧？ of x 使得什么呀？使得 psi i u 等于零。好，那么 psi i u 等于零，意思就是说什么？你这个 psi x 也等于零，对吧？ psi i x 等于零。Psi i x 也等于零，那你能推出来，其实 x 呢，它是不属于 Q i 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引力是第一个引力说，当 x 在 interior， 它也不能在 boundary。为什么它不能在 boundary 上呢？因为如果它在 boundary 的话，那你这个 u 呢，你每个 u x 呢，它都会和这个 q i 有 intersection， 那你这个就不再是这个 set 了，就不再恒等于零了，它的相积，所以说它不能在这个 boundary 上。好，那么我们再看，如果 x 不属于 q i 的话，那么 q i 是个什么？QI 是个 B 级啊，对吧？像这个 V of X 一个 neighborhood V 使得什么 V 属于它的补级，补级是开级嘛？那也就是说 ，Psi I V 它的 n 相级也是零。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代表什么？根据我们对这个知己的定义，对吧？根据知己的定义就能得出来，这个 x 呢是不属于它的 support 啊，它就是两头都用了这个 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 然后呢这个呢也是个 contrapositive。 好，那你 support i 等于 qi， 所以说有了这个，其实我们然后呢，因为 QI 是 compact， 所以这个 support 呢，它是个紧知己。好，那我们看是不是就只剩四没有满足了，这个已经 OK 了。这个也对了， contain A 这个是根据之前的引理就能得出来，这个也是根据之前的引理，五也是根据引理，六我们刚刚证完，这个也是根据引理，剩四，但是我们根据第三条呢，就是这个可数呢，不是可数，有限局部有限性，就每一个x 属于 a， 你存在一个什么，一个 x 领域 u， 使得什么 intersects only finite， 那是不是用
finite of 只和有限个有限个是如果你每个 xn 存在一个 u 时的它只和有限个 赛 有交集同时呢X is n 对吧其实它只和有限的交也就是说它会无穷多个 support 呢是无交的如果你存在对吧无穷多既然它与这个知己是无交那它在这某一个support 上它其实是映射是零的嘛对吧 only finite 也就是说有限多个是非零的并且呢存在一个是为正数同时因为 A 呢每一个 qi 呢是它的开复对吧因为是这个所以说 x 呢它肯定是属于某一个 qi 也就是说 x 是大于零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就是说 concludeThat 这个级数 psi x converges trivially just trivial 因为它只有有限多个是 it's just a finite sum 因为 infinite many of them is zero 对吧同时呢它也是 c infinity 因为它是一个 finite sum of c infinity function然后呢我们再定义 phi i x 等于 psi i x 除以 lambda x 同时呢它也是什么也是 c 无穷的好那我们现在验证第一条第一条是说它是大于等于零为什么因为phi i 大于等于零 ，lambda 也大于等于零 ，lambda 是大于零。第二个 ，support phi i 其实就等于什么 ？support psi i 对吧？你根据这个定义，其实你看一看就知道，验证一下很容易验证。三呢其实就根据第二条因为他们的 support 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既然他们的知己都是一样他们的所有 QI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对吧第四条就是我们这么定义了才能有第四条对吧 by definition 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五条是什么这已经说过了第六条也是根据第二条第七条也是根据第二条对吧所以说这个
单位分解的存在性是证完了。好，好，那么单位分解存在性证完了，我们现在接下来呢会有一个引理。这个引理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一个锦集上，你这个 A 是个开集，你一个锦子集呢，它如果在这个锦子集以外都是等于零的话，那么你这个广义积分和这个长义积分同时存在并且都相等。画个图就很好理解，就如果 A 是一个开集，这是 A， 然后呢你有个锦子集C， 对吧？如果你在 C 上都是什么什么，但是你在这以外呢，你在这以外呢都 vanish， 那么你在 C 上的积分和在 A 上的积分是同时存在且相等的。这看起来就很显然，但是呢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严格的这么证一下。那么证明的思路呢就在这里。我们先能不能证明这个存在，我们在考虑 A 的一个锦织耗尽，那么这个 C 呢它肯定是在某一个这个耗尽的元素里面，然后呢再用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出来它存在并且它们俩相等。好，那这个是就是这个总体的思路。那么怎么证明它存在呢？首先 C它是有界的，对吧？所以说 FC 呢和 F 呢在 A 上是相等的，对吧？同时呢它在补集也是相等的，对吧？所以说这个 FC 是 continuous 连续有界函数，连续有界函数，然后你再考虑随便考虑 C 的一个什么长方形，对吧？那你在长方形上如果是全局连续，你在长方形你是全局连续的，那你这个非连续点是不是就是个空集啊？空集它肯定是零测度集嘛，对吧？那你就可以得出什么 F 存在，对吧？好，现在呢CI 呢当一个锦织耗尽，那么就有什么 CI C 呢它肯定是被某一个 CN 被包含的，因为它每一个它是个 nested， 对吧？每一个都包含了，它每下一个都包含了之前一个，对吧？同时因为什么 F 呢？因为它的 C 以外是没有的，所以说 FC 呢其实等于 F 这个什么呀 CN， 对吧？对于每一个 N 大于等于 M。那其实我们就能得出什么，对吧？对于 n 大于等于，好，那么这一步到这一步其实就是因为什么，用有界性的那个 comparison， 用 comparison 就可以得出来。好，然后呢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CNN 存在，对吧？因为你到后面就等于这个 FC 了嘛，这个在 C 上的这个积分了，对吧？它存在，所以说它有界。既然这个极限有界，这个极限都有界，那么你就可以得出什么 ？AF 是存在的，对吧？那么它又等于。存在性就证完了，稍微画大一点。好，16.4。16.5呢，就是将这个应用一下这个单位分解，就是说我们考虑一个单位分解。并且呢，它有紧之极，那么这个广义积分存在呢，当前解当这个级数收敛。注意，这里是函数的数乘，并不是函数的复合。所以说，当它存在，当前解当这个级数收敛，并且我们可以得出来它们是相等的，这叫16.5。所以我思路就是先考虑 F 是非负，然后再考虑这个任意的。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什么？它是不是等于 SI by IF by last？对吧？因为 phi 在它的之极以外呢都是零，对吧？它在之极以外都是零，其中这个 si 呢等于 support by i， si 就是它的之极，就是 si， 就懒得写那么多字了。好，就是根据上一个引领，因为它是紧之极，对吧？紧之极。好，那么第一步，假如如果 f 非负，我们假设这个第一步，我们假设这个级数它是收敛的。假设这个级数收敛，然后呢，我们证明它的小于等于这个 ，OK。首先呢，我们令 d 呢。做一个 rectifiable， 这个集合肯定存在的嘛，因为那个紧致耗尽嘛，对吧？你随便选一个，也就是说，对于这里的 p 属于 d 呢，每个 point 呢都存在一个零域。使得什么 ？NP
这个 MP 呢，它是个自然数，并且这个 VP 交 SI 为空集，对于任意的 I 大于等于这个 NP， 对吧？因为你是个子集，你肯定会有无穷。根据它那个第三条那个局，根据第三条的局部有限性，你肯定会，对吧？有一个零与值和有限多个有交，那也就是说和无限多个是无交的。那也就是说你存在一个自然数时，对于任意的 i 呢，你都和这个 support 都是无交的空集，这个可以理解吧？这个空集写的有点太像 fi 了，这样子是空集。Nothing。好。同时呢 ，D 呢，它是什么呀？它是这个，你肯定是个开覆盖嘛，对吧？所以说。D 它可以是有限格，因为它是紧集，对吧？然后 M 呢等于最大的那一个，那就是说它等于对于任意的，对吧？这不没问题。好，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D 呢交 SI 呢就是空集了，对吧？对任意的 I 大于等于的，那 Phi D 呢就等于零嘛，恒等于零嘛，根据这个知己的这个定义嘛。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说，因为这个 fx 你把它就等于什么 m phi i x 乘上 fx， 对吧？对 x 属于 d，因为你全加起来等于一啊，对吧？那你剩你这个以外的都是零了，你就考虑这个有限合就行了嘛，你就考虑有限合就行了。好，那么这样子呢，就能说它呢等于什么？根据它的线性 linearity， 好，然后呢再继续，它呢又小于等于根据它这个 comparison D 并 SI， 对吧？ mono 不是那个单调性monoticity， 根据它这个积分的单调性，也就是说 phi i 呢 vanishes outside f psi， so outside f d 并 si。但是 D 并 SI 呢它是什么？它是紧集啊，因为 D 和 SI 它们俩都是紧集，你紧集的话你它是 B 和有限 B 级有限并还是 B 级
有借机的有限并也是有借机，所以说有限并的紧急也是紧急，对吧？好，那么再根据之前的引理，它在这以外都是零，那么它就等于什么呀？等于一 m a z f， 是不是就小于无穷了呀？因为这个，对吧？所以说，我们又有 f 等于它的绝对值，所以说。df 呢它是有界的，也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对吧？因为我们考虑的是这个等于它小等于它，所以说存在，并且呢这个 af 呢是小于等于这个级数，对吧？那么这一步完了，现在来看这一步。我们假设这个积分，广义积分存在，我们证明这个级数收敛。同时呢，我们来证明这个大于等于这个。那么这个怎么证呢？我们看哈，我们随便给一个 n， 让 d 等于 s1 并到 sn， 那么 d 呢是紧急。因为是有限并，所以说 phi i f 呢 vanishes outside d， 就是如果这个 i 是什么大于等于 n 还是怎么着，对吧？大于 n 大于等于 n 大于 2n 乱七八糟，那么就能得到 a 这个等于 d 这个，根据之前的引理，对吧？好，那么也就是说它等于 d， 对吧？然后它呢又等于什么？根据这个线性 linearity， 你可以积分极限换序，然后呢根据这个comparison， 这个就 comparison， 对吧？那么它呢就等于 df， 因为它加起来等于1嘛，对吧？好，这步很长，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讨论的说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d 啊它是有界，并且呢 union of rectangles， 所以说同时呢 f 呢它是连续的，
对吧？它的 boundary 呢？它的 boundary 如果它是 union rectangle， 那它的 boundary 是 measure zero， 对吧？ boundary 是 measure zero， 也就是说，这个这 discontinuous points， 就是 FD 它的非连续点呢，也是零测度积。那也就是说什么？它是存在的，并且 D 呢，它是可求偿级 rectifiable， 因为它有界，并且呢，它这个 boundary 是零测度级，这就是有界这个可求偿的等价刻画。OK， 那么就是说 DF 呢，又小于等于这个，这是根据它的这个定义。所以呢，所以说这个它呢 converge， 因为它是有界的，单界有界必收敛，它肯定是单调的，因为你这个 phi if 它是 phi i 是 positive， os f 我们是assume 它是非负的函数，懂吗？你看，你对于任意 n， 你对于任意的 n， 这个是什么？小于等于这个的，这就小于等于它，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是有界数列。并且呢，它是递增的，对吧？有界递增收敛，同时呢，我们又有什么呀？一无穷 ，f 是小于等于它，对吧？根据我们这个 bound， 好，第三步呢，我们假设 f 是呢 arbitrary。Arbitrary 呢，也如果它存在，那就相当于什么？它存在，对，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我们肯定说过，应该是 15.2， 15.2， 好，那么当前性呢，那就是当前性呢，它收敛，对吧？根据我们上一步的结论。同时呢，又有这个等于 a f 加减 f 减等于什么 a phi i f 加减去 它，所以等于什么 ？phi i 的 f 加减 f 减，那它就等于什么 ？phi f 呀，对吧？这个是 OK 的。好，那么就其实我们就证完了这节课的内容。那么下节课呢，就会讨论一下这个换元积分的这个。这个 statement 就是换元积分定理到底说的是什么，然后呢之后呢我们会讲这个，我们会研究这个微分拓扑，不是微分拓扑，就是不是微分拓扑，微分同胚 diffeomorphism， 就是微分同胚，然后呢我们再用微分同胚呢，我们最后再证明这个真正的换元积分定理。